你不是废人，你是英雄，真正的英雄。我的人生，我们人生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只有一条，这条不通了，我们就再换一条。佟小梅她经常是赴人生。小梅，我经常在想啊，要是我当初见到这个女孩会怎么样呢？双向奔赴，两个人可以一起成长，一起成为更好的人。